舞跳的不错，还会点别的才艺吗？绕口令。还会绕口令是吧？啊，你我再听一下绕口令啊。八百标兵奔北坡，标兵并排北边跑，炮兵爸爸标兵碰，标兵怕蹦胖喷炮。这会儿听清楚了一点点，刚开始我没怎么听清，可能是那风格啊。你介绍一下自己。大家好，我叫李欧娜，是永远十八队的梁庆道宁。我以为你是外国人。对，你觉得是外国人啊？对啊，你的名字雷欧娜不就外国人吗？是啦，就是我中文老师教的不太好嘛。你的中文老师是化学老师吧？然后好了，我跟你开玩笑啦，就是我本来就听不见了，听不见。听不见。对。你是靠我的嘴唇？看你的唇语。你是读唇语是吧？对的。从小就听不见吗？对，就是我在我快要断奶的时候，发高烧，就再也听不到了。然后那个幼儿是120多分贝，可以说是不能带助听器了，就算带助听器也听不到。然后左耳的话是90到100多分贝，还是可以带助听器，但是听的并不是很清楚，但是至少比怎么都没有听到的好吧。那你刚才跳舞的时候，那个音乐听得清吗？跳舞的时候，我只能靠自己的心理柱拍子。不会说话，是不是从小给你的生活学习带来很多的心理上的压力？就是我妈，就是一把手按着我脖子，一把手按着她的脖子发声，从这个声音说起，啊啊啊啊，然后还要拿着纸条吹，就比如说啪或者劈，就这一个会吹气的也要练。还有比如去买菜的时候，这是怎么，我说我小时候我也记不大清楚，反正都是妈妈带我。然后八岁的时候去一个特殊学校去学习，老师他们都是一步一步来。特殊学校啊。对。然后小时候在读幼儿园的时候，我妈带我去正常幼儿园去读，她以为我是和别的小孩子是没怎么不同的，所以就把我送到那边去读。但是结果看到有好多小孩子围绕着我说哑巴，然后我妈听见了就不开心了，但是她还是不服气，没有办法，就能把我送到一个很远的学校，因为像这样的学校已经很早了。我家就在浦东，那个学校就在闵行，我要坐两部公交车，还要再坐轿车，每天都是这么来来回回的。小时候嘛，就是还好是小时候，很能吃苦嘛。所以曾经一度让你很自卑。很自卑。自卑到什么程度呢？是很多人会觉得我说话很奇怪，说的怎么这么奇怪，我怎么都听不懂呢。那个时候我就很自卑，我很在乎大家的眼光，我就开始把自己给封闭起来。嗯，那你自卑的情绪平时怎么缓解？就是后来我去报名了一些表演班，还有模特班、舞蹈班，还去做了一间跑龙套，还有一个舞台剧，我都去做了。接着我做的是网络照的主持人，也是我的目的呢，就是为了把说话给做好。我不看他们就是人气高不高了，我不在乎，我主要就是想要说话。因为我平时我朋友很少的，就是没有可以说话的一些朋友嘛，所以我只能在网络上说说话呀，然后就这样。那你今天爸爸来了，还是妈妈来了，还是一起都来了？你妈来了，对吧？对。现在请你用主持人的口吻邀请你的母亲上台。好，掌声欢迎我的妈妈淼德丽女士上台。正上台，在这边啊。
你好。你好。大家好，主持人好，我是莱欧娜的妈妈，我叫妙德弟，是上海人，今年57岁了。是上海你啊？好，那个一个孩子。对对对，一个孩子。就长得漂漂亮亮的孩子啊。漂亮吗？还行吧。当然漂亮了。还行吧。那个是断奶的时候发现那个。对的呀，他小时候很好的。嗯。他2岁也叽叽喳喳的，也会说说的啊，紧张的话。在2岁半到3岁的时候发高烧，对啊，发高烧了嘛？他，我也不知道发高烧。我这时候我们年轻嘛，我也不知道发高烧嘛，很正常了，打打针了，吊吊盐水了，吃个药就好了了，对不对？他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连发1个星期，高烧没退，医生就说了，那要再加一点药，跟我说行的，等药好了，高烧退了，退了我也不知道，那么过几天嘛，我就叫他。叫他怎么会不理我了？不理我就当心了，我就领他去看。医生说别的都好的，就是耳朵啊不好了，烧坏了。那我说我这个耳朵好给他吧，我都给他，他耳朵给我，就不是好了吗？医生朝我笑笑说，那怎么可能？不可能了。我那怎么办？那要带助听器。啊。他表示他们带进去嘛，难过呀。扔掉。不，你是不是每次看见他带个这个东西，就是你只要看到这东西，你心里就不舒服？那是肯定的，蛮好的小姑娘带个耳朵不好带个助听器。我每次在朋友圈里面看到有一些孩子就带一个这样的助听器，你就感觉到每次看到这种图片你就很不舒服。那咋办啦？对啊，那还得面对啊。所以是你教他说话是吗？哎，是我教他说话呀。你是一开始教他说上海话还是说普通话？普通话说不好吗？上海话教、哎、他会说上海。你会说上海话吗？你说点上海话。这我做的最标准的就是弄脑子瓦特了。弄脑子瓦特了。你为什么只会这一句呢？因为他平时都会这么说我的。你怎么能这么说孩子呢？有的时候也是没办法。急呀，着急呀！我说，这样子说一遍两遍说不好吗？我就说你脑子坏的。啊。这样子说他，知道吧？他这样子得记住，说坏话得记住，说好话不记住。也记得住，也得记得住。你有没有想过再生一个，将来照顾他？你有个伴。那我想是想过。啊。对，等我家里人也说，要生第二胎，我跟他爸爸商量，我说还是不要生了。我说，他爸爸说也是对的，我生他第二胎没有这么大精力管住他了。说话那么流利了，大家你说知道，大家是不是啊？我女儿说话先说了还可以吗？那不错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妈妈是主持人。紧张，我有点紧张。不紧张，不紧张。他爸爸说好啊，不要生了，那么就一心一意，就帮助他教他说话。哎，那怎么一心一意呢？你得上班。我上班嘛，后来我就再跟他爸爸商量，我上班下班，我也很累的，我在纺织厂工作。哎呦，纺织厂好累的。因为我好累的，我还要教他，那我辞掉工作，算了吧，一心一意教他。经济压力很大呀，他爸爸一个人工作，工资就当时就200多，两三百块钱，200多一点。每天买菜啊，买什么，自己要计划好，今天要用花多少钱，要就给他主食要给他弄好。我们大人嘛无所谓，随便吃点什么菜可以了。所以他爸的压力特别大。那是肯定大的了，大了，为了他耳朵不，我们两个人。白头发好多好多，都是白头发。没有啊，没看见。染的呀，你现在染好吃吗？你看不出了呀。我也有啊，你看，我也有白头发。没有，你哪里有？没有。我来上个幸福来敲门去染一下头发，上电台了。他有没有做过什么特别感动你的事情？他，我自己很感动啊。我有一次啊，我也忘记自己的生日了，他给我买了蛋糕。多大的时候？太小就上学了，上学给他有时候给他们零花钱的呀，他舍不得花就扛起来零花钱，那么就给我买这个蛋糕，就这样子个蛋糕啊，买了。我今天你干嘛买蛋糕啊？他说你忘记了。我什么？
今天是你的生日，哦哟，我想起来了，对的呀，我说我自己都忘记了，家里这样子情况，怎么过生日？自己衣服也不舍得买的。你觉得妈妈的生日对于你来说有什么意义？妈妈争我的那一天是最痛苦的那一天。啊、哦，有多痛苦？你又没生过。就是不知电视剧啊，还有一些电影，他们不是演一个妈妈嘛，她就是哇啦哇啦的叫嘛，很痛苦的样子。啊、哦。因为我有一个心愿。啊、哦，有一个心愿啊、哦，先别说啊，站中间说，来来来来，上前一步，说出你的幸福心愿。我的幸福心愿是想重拍一部以自己为原型的科幻电影。好。